Hello， 你好，听到啊 ？Hello， 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我嚟到伦敦最大嘅感觉就系我好多自由咯，即系我自己咁样，我系会想走咯。我觉得我自己在香港做 work 系冇希望。个人唔喺香港咧，我喺做呢件事都个意义已经完全唔同。佢哋唔系追梦喎，即系原来投入唔到嗰个性。歷史任務好似完成咗，可能是1000年前的那一天發生了一件事。我都不同意古仔是會寫得完的。